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深读君，我侄子才5岁，居然被确诊了多动症。这一专题，深读君就把爱心和镁光灯都聚焦在孩子身上，聊一聊多动症的4类特征。打开电视看了3分钟，转眼又拿着铲子去祸害我的花了。注意力不集中，注意时间短暂，是第一大特征。左手转笔，右手玩头发，嘴里啃笔帽，脚在不停地踢凳子，眼睛还到处东张西望。活动过多是第二大特征。批评没用，教育没用，写检查罚值日通通都没用，一言不合就闹离家出走。冲动任性是第三大特征。走路同手同脚怎么都改不过来，都10岁了还学不会系鞋带。身体协调能力差，笨手笨脚，反写字，这是第4大特征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